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，请你爱体谅我，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创空。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，有一天咱拢老，带某仔斗阵，浪子回头。谢谢林心怡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心怡，你唱得太好了，尤其你到了后面的爆发力，我觉得你可以走到这条路啊，绝对有你的功夫在的，这都不用再解释。你都说你很紧张，结果你都松松来，松松来，但是你这个松哦，让我很感动的，因为你松松来，你的层次就会做得很饱满，就会做得很漂亮。心怡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老师。十年后又看到我，会不会觉得很烦？怎么又是你这样？会有一点压力。哦，有点压力。我有时候有点烦。会有一点压力。因为我记得看到子宏老师那时候也是在 PK 的时候。对对对。对 对, 對, 對, 對，印象很深刻。嗯，对。然后十年来，我觉得你唱歌更有自己的风格。其实你好奇说为什么心怡会选这首歌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因为其实他看起来外表很温柔，可是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摇滚的内在在里头的，所以因为他以前唱歌的时候是更奔放这样，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歌，我反而觉得说你在唱的时候前面很低很低，我很怕你低不下去，哎，可以，后面高那当然是没问题。我然后你在唱第一遍副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哎，心怡不止这样，哎，你应该在，哎，果然第二遍就来了，那个就叫做层次。就是你把那个层次放到最后面，我觉得对这个诠释你做得非常好，真的谢谢你来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